是降 A，小三到了 G 大三。例子二 ，A 小三到升 F 小三，再到 D 小三。Seen a spaceship before?例子三是 D 大三杠 E， 然后到 C 大三杠 E， 然后呢到了 D 大三杠升 F 到 E 大三杠升 F， 再回到升 F 小。I have to go. No, Vision. Vision, if that's true, then maybe going isn't the best idea. 例子四啊，是 B 小三到了 G 小三，再从 B 小三到了 F 小三。就是复联的这个主题音乐的这个旋律了，对吧 ？G 小到了降 E 杠 G， 到了 G 小六，到 G 小七，再回 G 小六，再回降 E 杠 G， 再到降 E F 到 G 小。Go in peace and meet your maker. Concentrate. You've got it. Lesson 六，先是从 E 小调，然后转到了这个升 F 小。先是 E 小 ，A 小 回到升 F 小的感觉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这个升 C 降九杠 F。去到一个 G 杠 F， 再解决到 C， 后一段呢直接接了 A 小，把它又当做了下一个和弦的三音。例子七是 G 小和弦，上面做了一点小变化，G 小到了降 E 杠 G， 然后呢是 G 小升 F 小 ，G 小升 F 小，到了其实是 F 小，但是用了九音。
kid. You're an Avenger now.例子八呢是在 C 小和弦上，然后呢，可以低音是一个持续音。其实呢，在中间经过了降 A 杠 C， 降 B 杠 C， 再回到了 C 小。直接转到了一个 D， 其实转到哪儿都无所谓啊，只要不是用本调内的和声功能展开这种连接的一些个进行，就会有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转调色彩。那比如说最后到了 D， 到 E， 到什么都行，对吧？随便啊，就近就可以。